来个莫盖罗啊，来这边，快尝尝。哎，这大哥，慢点啊，够烫了，媳妇儿。别断了啊！哎，这个火，我的哥，精彩，嗯，香。这个没有苦胆啊，这个不像海螺一样有苦胆。这边都是肉，都可以吃的，太烫。嗯，特别香，熟了啊！再来个迷你鲅鱼，还行，还行。来个小爆头啊，慢点，很烫了。再黄，鲜不鲜，媳妇儿？鲜。哎呦，烫了。嗯，好。嗯。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啊，给大家渔民点个双击，谢谢了。嗯。这一个的话，最起码得有一斤啊！这一个，一斤啊！嗯，有一斤啊，没舍得卖，留给媳妇吃，看看它肥度啊，怎么样？哎，我的天，这个肥度！哎呀，这黄别断啊！断！别断！别断啊！哎呀，这个黄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大苦胆去掉，就是它的腰子啊！我的天，这个大腰子，吃这个补吧，大补，来媳妇尝尝。大哥来，媳妇大黄，肝脏啊，这是肝，我去了，挤了挤了啊。哎，这头肉，来尝尝媳妇，你去吧。你不是啊？嗯，啊香。哎呦，小蓝狗现在不吃海鲜，改吃海带了。大哥，这哪是海带啊？这是穷蛋饭，这是。什么菜？穷蛋饭。这个看着不错，来，给我来一封。哦，大哥，你家里面能放得下吗？嗯。怎么放不下了？这样就够了啊！来，你听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哪是咱家穷蛋饭啊？这一箱是5斤啊，可以泡完300量。你别看这么多啊，这一盘子花几块钱了啊。如果说你也喜欢吃啊，下午吃啊，你不来一单？开饭之前啊，咱先来块那个肥肉，猪肉吃不起了，只能吃这个鱼肉，来一块啊，来点芥末，来点醋，来吃。喜欢吃三文鱼的朋友啊，给大家来一双鸡，谢谢了，香。